跟我朋友一起去家乐福，明明就是老婆，你要跟你老婆一起去。然后我们今天穿情侣装，耶！抱着跟他一样的颜色。我是第一次自己跟朋友坐火车，按你们为什么？我们刚才一直很怕自己坐车，然后现在已经要到家乐福了。然后我现在有一段话要跟林雅这个小朋友说，我们好好的在家乐福，你不给我来，还说什么自己要搭公车来？家乐福这么大的地方，你真的看不到吗？我想读这一间国中啦，这个国中好小，我不想读啦。臭乙安，哎，哈哈，你差点被车撞，臭林雅。是林雅吗？哎、欸，有点像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我们去找他。走，现在过马路，快走，快点过马路。看，你太突然，跟你讲。来，你的脸看是镜头。啊，哎呦，我觉得可以走了。你们就可以走啊。哎呦，啊，你们就可以走。你们怎么都穿一样的？千里扎，我不是你们的情侣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他家，当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啦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要去找他，然后心里想说要不要来找他，结果现在变成两个两个一起。干热，来，以安啊，耶！不要傻眼嘛，我还是给你吃了啊。嗯，我们遇到好多朋友哎，对呀、啊，开心呀、啊。